大家周末愉快，我是老船长啊。当然啦，我相信很多的投资人呐、尤其是在这个七月份啊，甚至六月份参加了这个，比如说网络上，因为网络现在没人管嘛，对不对？参加那个网络啊，那个很大投顾啊，里面一堆分析师有没有讲法都是一模一样啊？叫做天天涨停，永远大赚。那么从 AI 一路骗到怎么样？哇，不得了啦，超导出现了，超导体，超导体是什么？我看这些老师大概也搞不清楚。像小弟我平常有在研究一些科学天文甚至量子力学、量子纠缠，因为我对这些东西我是很有兴趣的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我就觉得根本就是骗局嘛。果不其然呐、跌停锁死。我相信你参加了这个投顾，对不对？被骗了这么多钱，听说会费高达五六百万，很敢骗哦。参加投顾交会费交五六百万一次哦。然后呢，你所得到的是今天跌停板。虾米问老船长怎么办呢？看着办三个字，谁叫你是猪脑袋呢？对不对？人家不把你当猪仔。请问要打你当什么？当贵宾是不是？你还真的以为参加就有涨停板了？那都是骗人的。我相信这些老师啊，应该都有送到柬埔寨或是缅北地区啊，去做过训练，不然怎么都是一样嘛？对不对？只要涨停的股票都有，像今天，那一群老师啊，应该说是骗子啊，通通都没有这个超导体的啊。讲今天涨停的股票，那你是他的会员，奇怪，你买了超导体，对不对？两天就跌停板就20%了，他没有啦，为什么？就是骗你嘛，这样懂了吗？那当然，这一些猪脑袋会员呢、他们也许没有看到我的节目，他们不晓得啊、那就算了。那有很多是有来看我的节目的啊、当然会员去参加那个天天大赚永远涨停的。心里就很明白啊，原来老船长讲的是真的哈。那为什么我一直坚持不这样子骗？很简单啊，我给各位看一下哈。你们常常觉得我在开玩笑哈。好，我们先把电脑弄倒一点哈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你看啊，我常跟你们说啊，做坏事要下18层地狱啊，对不对？而这么多层里面，第一层请导播照镜，就是怎么样，叫做拔舌地狱啊。老船长，什么叫拔舌地狱啊？听名字就知道嘛，把你舌头怎么样拔下来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拔？先看图就比较快了，有没有？这是小鬼啊，你呢被他这样子把舌头扯下来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啊，在人世间的时候啊，做了哪些事情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人世间之人啊，你做了挑拨离间、诽谤害人啊、油嘴滑舌、巧言相辩，来，重点来了，对，说谎骗人，死后被打入拔舌地狱啊，小鬼掰开来，人的嘴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呢，用铁钳哦夹住舌头，硬生生拔下，就像这样子，看到没有？而且非一次拔下，而是先拉长哦，然后呢，再慢慢的把你拽下来，而且要不断的重复这样的动作，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说啊，我骗人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我做投顾老师，我骗了人之后呢，我呢可以赚很多钱，来孝敬我的父母亲，来照顾我的子女。看我是一个好爸爸、好妈妈，对不对？你搞错了，你要下地狱的，懂吗？你看这么多，18层地狱这么多层，第一层就是拔舌地狱啊，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那些投顾老师，他们骗了很多的钱，累积了很多的财富，但是在我看来，那都是不义之财。那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不会报应的啦，这没差。你怎么知道没有地狱啊？对，如果有的时候就来不及了，你就每天也许是上刀山下油锅，上刀山下油锅。还有自杀死掉的人啊，听说先到王子城，你要因为你阳寿未尽嘛，你不珍惜生命，你就要反复的做自杀的动作，
然后呢，你也不能够再投胎为人，啊，那个是到畜生道去，因为让你这一辈子做人，你不愿意做嘛，对不对？你还自杀到畜生道去，所以在这边也是啊，顺便一讲哦，这个生命要珍惜，哦，你要想，你如果去自杀，你的父母亲，哦，你的家人朋友，他们会很难过的，哦，何必这个样子呢？是不是？啊，哦，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，哦，人生呢，啊，过得好坏。差不多就是百年以内啦，都要走，对不对？像我作为分析师，我常讲啊，上台终有下台时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看到很多新的分析师出来，哇，骗得一塌糊涂，干嘛？跟前面的老师学啊，哦，我只是不好意思讲啊，你这么厉害，啊，那我老船长就拿个不要多吧，8000亿的，对不对？给你操盘啊，如果不是像你节目上讲的话，我们就法院见。我相信全国没有一个老师敢收啦，绝对没有啦。听得懂吗？有的话我倒立着走，是不是？哦，不要去骗人家，哦，所以今天节目啊，这一集很棒，哦，麻烦你，哦，把这个对传给你的亲朋好友，哦，让他们看一下，哦，这一些老师将来是要怎么样，要到拔舌地狱去的，然后呢被人家，哦，把舌头怎么样用铁夹子，哦，拽出来，哦，所以说当然啦，你现在拿他们没有什么办法，是因为你可能就想说啊，被骗就算了，对不对？有的投资人真的是心肠很好，哦啊，天天大赚永远涨停，参加根本都没有啊，哦，啊算了，会费就算了啊，输掉钱就认了，很多投资人都是这样，很善良，就造就了这一些不法分子一直骗一直骗，哦，所以说如果你真的要来这个举发这些老师，我建议你不要跟金管会检举，没有用，我讲过了，哦，要跟检调单位，哦，这个一定是构成诈欺，7年最高7年有期徒刑，哦，这个收证其实很容易啦，哦，对，但我不要在这边当场教，浪费时间啦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就算你们没有去制裁这一些老师，哦，那他们将来还是会下地狱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这个盘呢，我是觉得说要分两个部分来看，哦，第一个部分，哦，当然啦，在这之前我要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哦，你把这个记下来，哦，今天是几月几号看我的节目，哦，来各位看这个是大盘对不对，好，我按一下叮咚有没有，哎，对，台北股市加权指数短线翻成王冠黑，哦，你要注意哦，哎，老船长，那完蛋，世界末日要崩盘了。不是，是告诉你短线，哦，根据我们的 AI 系统，你不是每天 AI 吗？ AI 很重要啊，就你桌上都没有一套 AI 系统，那笑死人了，对不对？那他告诉我们短线台北股市翻空，哦，今天，但不代表说股票就不会涨嘛，因为每天都有股票涨，每天有股票跌，那这段时间台北股市也是翻空啊，有没有？也有股票大涨嘛。好，哦，我只是告诉你，当台北股市加权指数翻空的时候，那个叫做事倍功半，就是说你要比较努力做股票。好，哦，就是说它不大容易涨，这个环境不好，大环境不好，所以加权指数指的就是大环境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不代表没有股票可以做多。要明白老船长的意思，好不好？我们而且我们也不操作棋子啊，我们也不做选择权，是不是哈？所以说这个供我们做参考，你心里要知道。好，那股票的部分就要分两个阶段来看。第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？我们先讲 AI。好，你要注意哦，我给你看哦 ，AI 我说过要先看什么？先看3231的伟创。股票市场永远有那种怎么样学不会的猪脑袋投资人呢，就同一个地方，哎，你那边有个坑哈，你走过去摔了一次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哈，你待会在经过的时候，你不要再摔倒，哎，他照样摔倒。老船长太夸张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？这是干嘛？到了这边有人在追啊，追完收盘叫救护车昏倒。哎，不要追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没跌完啊，啊，违约交割啊！
听不听？听不进去啊，因为这些投资人也很可怜的，他们交了会费啊，对不对？去参加了我刚刚说过那种什么骗人的投顾嘛，然后呢拼命叫他买 AI 套牢，再加码，再摊平啊，说一定会涨上去的，因为他就跟你拼嘛，啊，如果输的话再来谈嘛，啊，赢的话你不会退费啊。各位听得懂意思吗？我一看伟创这个，来注意看这边3231，用我们的系统看很清楚，有没有？这个叫什么？这叫伟创嘛？3231对不对？好、哦，今天翻成王冠黑的，好、哦，不要再去买它了。前面王冠红随便你买，你不买，你非要等到王冠黑的啊、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请照最近这边哈、哦，你注意看，老船长教你们看过哈、哦，当个股王冠红打到这根黄金线下的时候，甚至就是从接触到你就要小心了，打到线下你就要这个不能够再买了，懂不懂？纵使它是王冠红，看到没有？今天王冠黑啊，这3231的伟创，那请问一下哈、哦，什么英业达啦，后面技嘉、啊，甚至广达这一些有赚钱的 AI， 就是本身股票，因为伟创本身没赚什么钱嘛。那我刚刚讲那些比较绩优的啊，他们是王冠黑还是王冠红呢？下半段节目回来，我继续分析。股海茫茫，茫茫股海，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，股海老船长。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 团队，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。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 AI 智慧系统，方向清楚，掌握致富关键。固德投顾老船长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。固德投顾咨询电话：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您的理财专家固德投顾，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，多空双向操作，为您累积财富。金融市场诡谲多变，您需要更全瞻、更专业的团队，带领您避开风险，再创财富巅峰。固德投顾洽询电话：0800-555-808，0800-555-808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好，当然啦，你这个桌上没有我们的王冠 AI 系统，对不对？你是啊、哦，不可能知道到底哪一些 AI 今天翻成王冠黑了。当然啦，因为你不是我的会员啊、哦，我也没有必要给你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说过我们是以这个伟创为主嘛，来做分析嘛，对不对？擒贼先擒王，我告诉你，他今天翻成王冠黑了。哦，个股的王冠黑你就要小心了，因为我们就是操作个股的嘛。你说大盘王冠黑只是做参考而已，对吧？哦，那你要小心哦。那什么，刚刚我讲的那些比较稍微绩优的广达、啊、技嘉那些哦，你想知道的人啊、哦，你自己打电话来我们公司啊、哦。今天是周末假日嘛，你很紧张，我知道啊。啊，你的股票到底是怎么办呢？哦，就是很多人今天跑去抢反弹，那都是不对的。哦 ，AI 我说过，它没有办法化成 EPS， 甚至营收注入在财报上面。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我说你就不要做最后一只老鼠。哦、那一些我说过送去柬埔寨跟缅北受训过的老师嘛，那家投顾一堆老师啊，他们呢很简单啊、哦，通通都没有 AI 了，都撇清了，然后来讲什么？哎，讲超导体。对不对？各位看我的侧标啊、哦，这边是 AI versus BI 哈、哦，对上 BI 嘛。那我是不是早就讲？我说小心了 ，AI 会变 BI， 对不对？那现在就变成 BI 了，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过三个字，看着办，你也不用找我，
哦，我不可能说啊，你来找我就带你解套，这种鬼话一堆投顾老师都在讲，他心里想，别的老师把你骗去当猪脑袋宰一次，对不对？我再把你骗过来，哦，说我可以救你，懂不懂？然后再宰一次，救什么救啊？这个伟创跌成这样，救什么救啊？啊，你买在这里的，啊，那个投顾都带你们买在这里这里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死成这个德性了，这还要跌啊？为什么？财报交不出来嘛？什么交不出来？第一季只有赚，连一毛都不到。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？怎么样支撑它的高股价呢？那有一些是比较好的，什么广达、技嘉这一些，他们其实 EPS 也是衰退的哦，而且他们是不是已经翻成王冠黑了，或是准备要翻了？哦，那这个我在节目上我就不讲啊，哦。今天节目结束后，哦，你有 AI 套牢的，哦，甚至你是参加那个投顾的，对不对？很大的投顾，里面都天天涨停，永远大赚的，你打电话进来，哦，因为你的老师他，你有本事你再打去那个投顾公司，他们一定叫你再交100万的会费，就带你解套。那你如果蠢到笨到这种地步，你再交100万嘛，对不对？明明知道人家是诈骗集团，对不对？当然啦，你看了我的节目，你才知道他们是诈骗集团。对不对？主管机关其实也没在管，因为主管机关呢，啊，就是只会测录我们的电视节目。那现在上电视的老师很少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上电视成本很贵啊，是吧？那像我就很辛苦，我又不骗，要不骗又有办法活这么久，也是不容易，哈哈，表示还是有很极少数的观众不是猪脑袋，大部分都是啦，对不对？是的都去参加那种，所以他们的业绩非常的好。我只能这样告诉你，就赚黑心钱，但是没有用了哈，还是要这样啊，赚到黑心钱，最后你还是要这样，看清楚哈，一个都不要跑啊。在人世间，你犯了罪，你可能跑得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法网有时候还是会漏掉的，但是你下了地狱，一个都不要跑了，哈，这样懂意思吗？好，那除了这个 AI 变成 BI， 看我这边哈，那这边呢，超导体变成超导，呵呵，哪个导？豆皮啊，豆啊，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股票啊，给各位看一下啊，今天这个超导体的股票，我们来看一支，比如说2009，啊，来，什么股票？啊，第一桶，很漂亮吧？很干脆吧？跌停锁死嘛？要不要跑？不要跑了哈，或是8390啊，8390啊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金逸鼎，跑不跑？啊，想跑啊，老船长，跑不掉。你敢说你没有参加那个投顾，他带你买在高档，然后今天一开盘跌停锁，你卖都卖不掉，然后你很着急，对不对？打电话去投顾公司，他们的那个业务啊，业代都已经训练得很好。乖，啊，不要怕，2月30保证获利，保证解套，这样懂意思了吧？或者是怎么样？他看你还有钱，那金光党诈骗集团就是这样，一直在用话术套你，哎，觉得你还有钱，那对不起，你再交100万，我们就带你解套，老师亲自带你，你看狠不狠？对不对？所以。我觉得台湾要抓这个诈骗集团哦，这一块投顾这一块一定要抓，因为太嚣张这么多年，哎，还有去庆功宴，业绩好跑去庆功宴，骗了投资人的钱跑去庆功宴，哇，高兴得很，完全没有羞耻心啊。所以如果你有什么金逸鼎啊、第一桶啊，锁得稳稳的，麻烦你今天看一下你老师的节目，绝对没有，讲都不敢讲。然后说他现在会员买这一支，今天涨停板大赚。好，如果你真的气不过，你要告要告减掉单位，你千万不要告主管机关，主管机关没有办法对付这一些啦。主管机关网络他们都不管，因为网络这么多，他怎么抓啊？对不对？他就是只有测录我们电视老师嘛，你懂了吗？哦，那种自己有网络平台的，现在投顾公司很多有自己网络平台，他们花大钱去砸啊，对不对？让这平台的人数看的人多啊，然后好怎么样，做几盖合理来，哈哈，猪脑袋全部扫一遍，明白意思吗？那为什么很容易被骗呢？因为网络上可以乱讲啊，主管机关不管啊，
所以到处乱骗啊，对吧？他心想，哇，你这么敢讲一定是真的，你们又是分析师，又有投顾，又有执照，老师又考到牌，又是学问很好，不会骗人，那你真的是猪脑袋，不会骗人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怎么讲？金义鼎怎么讲？第一桶怎么讲？还要不要超导体？超导体我快笑死了，超导体常温常压超导体做得出来，马上诺贝尔奖就颁给他了，全世界要做改变了，没有这种事，在我看呢就是韩国那些鬼扯淡了、啊、诈骗集团了、啊、什么哎，我好不容易做出来像米粒一样大的，你神经病啊，全世界如果要用超导体，你做出像米粒一样大，而且还说要运气要很好才做得出来，那根本一看就知道诈骗嘛，鬼扯淡了、啊、想要削钱，懂了吗？那怕哇搞太大了，全世界哇很兴奋啊，真的韩国做出来赶快下架文章啊，为什么？怕被抓嘛，一定的嘛，哇就有这些投顾老师哇逮到机会，看到什么股要喷涨停了全部出来骗，哇还说超导体怎样，我问你怎样啊，你的老师连不要说知识连常识都没有、啊、这一看就知道诈骗嘛，还在节目上讲超导体讲得跟真的一样，哇金义鼎超导体啊，对不对？第一铜超导体好像跟铜线跟金有关的就超导体啊，所以我觉得一个骗子啊其实他就是一个草包，你们看我有没有在节目上讲，有，每一个观众赔5亿8000万新台币、啊、我的助理传给我说啊老师啊今天超导体很流行怎样，我都跟他讲那是骗局，我直接回他、啊、那投顾老师可以靠这个股票来赚到钱，可以啊，因为我这个市场什么没有，猪脑袋最多嘛，我当然知道，但是这种肮脏下三滥的钱我是不赚的，所以你们看我节目不参加我会员其实也无所谓啦，我也混到现在也混了这么多年了，我是非常资深的分析师，你也不用担心我会继续混下去啊，但是你看我的节目有一个好处叫做无夸怎么样，无波比啊，所以这一集哦，哎，帮小弟按个赞，转发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醒一醒啊，做猪脑袋哈，一时可以，不要做一世，哦，几世人拢猪脑袋，是不是很可悲？对不对？人家骗你固然很可恶，可是你要检讨，你为什么那么好骗呢？对不对？哪有股票天天涨停永远大赚的？一看就是诈骗集团的节目嘛，对不对？我在这边已经呼吁了十几年，还有一些，还有这么多猪要上当，我也没办法。是不是？我不是说见不得人家好，我再说一次，那种钱赚完以后、哦、要下地狱的，要到拔舌地狱，对不对？地狱有18层，第一层就是拔舌地狱 啊专门为投顾老师所设置的、啊、那我要赚这种钱干什么？我神经病啊，对不对？我还希望来生，如果有来生我转世投胎我还要再做人啊，我干嘛要到畜生道去，对不对？而且骗了人家的钱去照顾自己的家人，那什么东西嘛，你还以为你是一个好爸爸好妈妈，肮脏钱啊。所以有些父母亲知道小孩子的钱是偷来抢来的，他宁愿饿死他都不要，懂吗？那不叫做孝顺，那叫侮辱你的父母亲，那叫做大逆不道，知道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好，所以你们把心要修正，来到股市不好赚，真的不好赚，不要每天相信那些投顾老师，哇我这边有多少趴了嘛，你看那节目写我这只股票又多少趴，100多趴又200多趴那种你会信哦啊，不久这些老师就会消失不见，一段时间又跑到别家投顾去骗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今天看完我的节目有所醒悟啦，那你手上的股票到底哦，我们言归正传，是王冠黑还是王冠红？你很好奇，应该不能讲好奇啊，你就很担心嘛，你很想知道，对不对？那这么多观众，我不可能在这边，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档，对不对？所以请你在周末假日、哦、把你的持股、哦、什么 AI 的也好，超导体也好，然后呢，哎，传给我们的助理啊，因为你先打电话进来，然后加完 LINE 之后，你用 LINE 传给他。啊、我们呢用 LINE 来回答你，这样子各位观众也省费用嘛，不然这么多人我们投顾要对这么多，而且这不收你费用那我们会赔死了，别人的节目做生意，小弟我的节目做公益啊，只有我一个人在做，默默在做，
电话在旁边，要不要拿就看你自己，要不要把你手上的股票做一个诊断。54321，现在开始拨打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